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。那台股、因为今天是逢周末、所以通常这个小麦啊比较多，那今天也不例外。但是美股因为昨天、就道琼先创历史新高，然后今天的凌晨 S&P 500指数也创历史的新高，然后你去看那个 Nasdaq 跟费半的指数其实离前面的高点也非常接近，也快要来到历史新高。所以美股如此的强劲，雅股它表现一定不会差、代表、市场它已经可以接受、通膨的预期、联准会的缩表，甚至明年可能会、把升息的时程可能会往前拉，市场经过消化完之后呢都可以接受了。所以其实目前、全球的金融市场钱还是一样是史上最多的状态，那个钱没有地方去，联准会收钱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，各国央行其实也少有升息，钱还是在市场满到处跑，对，终究还是要寻找好的标的。那越到年底11月份12月份，尤其是接续到隔年的所谓的元月份行情，通常全球股市的表现都不错，因为一来可能年底要做账，二来隔年的展望都会开始做梦。然后台股呢通常在农历年前都会有一波，所以我就说10月的下旬会强于上旬，那现在看起来就是如此，十一月会更好，那一路好到十二月、一月，那 maybe 走到二月份都有可能。所以整个那种股价越来越强、越来越强，卖掉就往上，不买持续涨的那种感觉又出来。所以十一月份会有抢钱的行情。然后我说的，如果说你可以一档股票赚三成，三档就一倍。强势股真的在飙的时候呢，一两个礼拜 就三成，一个月抓个三四档的三成的股票，其实过去常常有。所以 你不要说什么过去一个多月、好像有些股票跌20-30%，但经过了这一个多礼拜一路涨回来、比如说创维今天已经涨到142.5，当初最高涨到159.5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买大概138，赚了超过20块钱，结果打下去12变成亏钱，就今天涨到143，其实又开始又进入到一个赚钱的状态。所以前面亏的因为它的数字强，很快都涨到成本或者是涨超过成本，那后面如果说11月份开始飙这种数字的题材股的时候，一下子3成3成3成，前面亏2-3成慢慢都赚回来，后面抓个3档3-4成的股票一下就一倍了。所以从现在到过年前翻倍机会很大，那种强劲行情差不多要开始了，所以大家要跟上脚步。那非常强势的金利科10月5号礼拜二杀到286，当天完成转折，从286拉到328块，高低点差了40几块，干在地板的人欲哭无泪。因为你当天卖286，收盘来到320几块，你一定买不下手，没有办法把它买回来，有一张差了4万块去。但是呢，如果当下你不买，隔天就来到332，再隔天343，之后来到353，然后再隔一天365、366、372.5、392，稍微整理一天，395.5，到礼拜三420，到礼拜四428，今天高点423.5，
尾盘收盘419，虽然没有比昨天的高点高，但今天的收盘价这一波从286反弹回升以来收盘价的最高纪录，就收盘价就最高就是今天，代表过去这十几天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几乎每天都在涨，一天比一天高。所以我说，你要说最近300多块的这个区间的股票谁最强？金利科就是第一强势股，第一强势股。而且从286涨到428，总共涨了142块，一张142块。那今天也不止金利科强啊，比如说3443的创意，这个等我们会谈。好，早上我们买了大概540几，550，跑动最高拉到584块，差一块钱，差一档涨停板，创新天价。另外一档 IP 股智源，盘中急拉，尾盘亮灯，所涨停4800张，166.5块，这创了这个波段的最高。金星科尾盘收500元，这波跌到351，这一拉上来又来到500块，也创了这波反弹的新高。M31 中场收涨19块钱，回到393，看起来下礼拜应该很容易回到400。然后这一波最强势的力旺虽然拉回，但你不要忘了，昨天是涨停板创新天价，现在都已经是台股前第二名、第三名的最高价的股票。3661的四星，今天又由黑翻红，中场收996元，昨天创了1005元的历史新高，完全收复当初飞腾事件从1000块跌到300多块，然后又涨回去突破1000，再创新高。今天虽然没有过高，但收盘价又创历史最高的收盘价996块，几乎就快要站稳1000元。所以就像我这两天文章所说的，台股这一波谁最强势，就是 IP 股最强，不是创历史新高就是创波段新高，把九月份一堆股票跌得稀里哗的所有的跌势几乎全部都收复回来，而且都涨超过。所以我们常在讲，就是说一个多头它会不会强，你要看盘面有没有主流。前两三个礼拜你会发现盘面什么主流都没有，电子股也不行，钢铁、运输、传产股、什么金融股全部都没有量，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动能。所以当你没有领头羊在带的时候呢，你这个市场根本就没有方向感，没有主流股就不会有一个多头的攻势。但现在非常的明确的是，主流股就是 IP 股。刚你看到那张股票不是创历史新高就是创波段的新高，把前面的跌势很快的通通收复回来。那 IP 股又是整个 IC 设计股更上端啊，更上游，所以不管是什么通膨啊、停电啊，都对 IP 股没有任何的影响。晶圆代工涨价甚至是帮到 IP 股一起涨价。那晶圆代工缺货， IP 股常年跟晶圆代工有非常密切的合作，客户反而去找 IP 股委托设计，他设计晶片更容易取得晶圆代工的产能。所以未来这两三年 IP 股他在台股里面会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。那当力旺股价都已经今年赚14-15块的一家 IP 股，股价可以涨到2340块，干掉大力光，那昨天一度的超过了信华，当然信华今天涨上来又再度超越力旺，
但一个赚14-15块的 IP 公司，股价涨到2300，成为台股前三高的股价，这代表明年如果台股是一个多头的架构的话，这 IP 股它势必是你不能去忽视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。而其中爆发力最大的当然就是晶粒科。一来第四季跟第一季权利金的收入会因为新的案子，包含定金跟客户付的权利金要陆续要认，我们估计第四季会比第三季强，整体营收 maybe 要增一倍，第一季会更高，可能会再增个50%，所以它是季季高，权利金的部分会推升营收，第一季大于第四季大于第三季，会季季高。然后董事长有说新的产品的量产估计会发生在第一季，那初期可能量不大，后面它会越做越顺越做越顺，那这是董事长讲的，所以第一季会开始量产。那第二季的重头戏就行政电脑会接棒，因为九月的 Tape Out 陆续开光照，一层光照台电大概要开大概接近3天，应该是不到3天了，总共要60层，12纳米的处理器，60层，这也不算太多了，算中间，所以难度不高。但这一开也要开大概接近半年的时间，开完之后呢，大概就接第二季，应该就顺利要开始小量产。但这中间还有所谓的基板缺货的问题，但还有半年时间可以解决嘛？所以我认为，如果可以解决量产时程 ，maybe 就可以往前推。那第三季会放大量，所以这个第二季后面就会非常精彩。所以明年包含行政电脑跟其他的产品 POS 系统啦，还有其他客户台达电的啊，或者其他的案子，中小的案子，跟新的案子的权利金会加进去，旧的案子开始量产，那一个一个量产，那个一路叠上去，我认为明年获利就有机会超过50块钱。所以就说我们都很羡慕有细粒 KY 的，在过去这两年股价从去年此时400块涨到今年的最高4600，那今天的细粒是4280元，中场大涨180块，整整涨了10倍，但并没有时光机器可以让你穿梭到2年前去大买400块的细粒 KY， 然后放个2年之后给你赚个10倍，没有这种时光机器。但我认为现在就像2年前 CDKY 的就是晶粒科嘛，因为大家或许不相信明年要赚50块钱以上，但是就像我说的，等到 maybe 半年之后，你看到开始量产的营收获利开始一路往上跳上去，仔细算一算，看到媒体报道说好像真的可以赚40-50块钱50-60块钱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吸引了你再去买，那不是跟 CDKY 一样吗？当你看到他第一季赚 10.63， 第二季赚 16.27 的时候，难不成你还能买400吗？没有嘛，你要买4000。所以股市就是这样子，先知先觉的人他很寂寞，他要寂寞忍耐个2年，但最后的果实是如此甜美。所以股市最后在看谁的眼光最早最准。那与其羡慕现在的 CDKY， 其实不如就来看看现在的晶粒科吧。我认为明年最精彩的就是它，所以我给我们教成员的策略指示都不变，现阶段你就是给我盖牌盖好，一张都不卖，至少先盖牌到创下历史新高再说。而且这中间只要有好的买点、好的价位，我认为合理，不要太追短线的高，我们都会持续的买进跟加码，因为都会有新进会员嘛，我们会持续的买进跟加码，或者调整其他持股，陆续加码。只要私募可以顺利的搞定，
年底挑战新高是很有机会的，我想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去年九月金利科我买在76块，这边不要说算到615啦，就算到今天的420块钱，报酬率是400多%，现在都有400多%了，等到回到新高或者是开始走犀利节的模式，一路开始往上走，到时候 maybe 报酬率700%、800%、1000%都有可能。好，所以这档股票我就说是要让我们家族成员看你是要换房子买车子，我认为未来的一季好大家都会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就继续拭目以待吧，就好好盖牌吧。那刚提到创意，早上540几块开始买，平均大概买550，然后最高拉到584块啊，创新天价，一度的最多就赚了，当天买赚了30几块钱，稍晚稍微压回一点啊，现在盘面每天很多人当冲嘛，正常啊，但还是大涨，收涨40块钱，收572，当天买就先赚20几块起来。而且盘中是差一档就要亮灯涨停，因为一来力旺2300了嘛，二来世新都已经1000块，过去创意比世新高，常年都如此，这两年被逆转，因为世新真的大赚，今天可以赚大概23、24块钱，这合理反应获利。但创意呢，第四季进入路上的高峰，路上高峰估计营收要季增大概30%，营收季增30%，尤其台电的通常在年底12月会认一大笔，所以去年12月份的营收冲到快20亿，今年应该也会雷同，所以整个第四季会季增大概30%。而且这中间权利金比重拉高，那权利金比你说 ASIC 的晶片量产出货的客户的那个毛利率高嘛，因为毛利率就是100%，所以获利我会冲高到4块钱。第一季2.3块，第二季1.6块，第三季可能就第一季、第二季获利的中位数，第四季有机会跳到4块钱。那明年呢，除了美国的一些 HPC 的订单持续大好之外，最近比特币很疯啊，从20000多涨到30000多、40000多、50000多、60000多，现在已经涨到最高67美元，现在市场都喊到上看10万美元，所以整个挖矿订单大举涌入，大举涌入，明年创意相当乐观，上看20到25块钱的获利，20到25，那这个数字就是今年大概世新就是赚大概23块左右，世新是1000，创意是570、580，这股价已经落后世新太多。不要忘了创意本身后面就是台积电，所以我相信它取得 产能有最大的优势。所以如果世新是1000，创意明年获利要追上世新的话，那现在才500多块钱，啊，人家是1000，所以追个一半上去，那个空间就是200-300块钱。所以最近这种 IP 股都会非常精彩，一档一档来，一档一档来。然后呢，这一档是100多块的全新 IE 设计的标股，6XXX，早盘冲高，盘中拉回一度翻黑，我们盘下再做加码，就尽量找拉回去买，拉回去买，就收盘涨个2-3%，盘下买的马上就赚钱，现买现赚。因为10月份呢，它先大涨价了20%，而且根据我的了解，第一季还要再涨价一次，因为晶圆代工，我可以跟你预告，第一季还要再涨。
高速传输的订单大爆发，而且代工厂明年给他多40%到50%的产能，这个幅度很大，所以涨价加订单成长，产能大增40%到50%，明年获利可能就是要倍增。所以就是这档股票会是10月下旬到11月最强大的标股之一，全新的 IC 设计的标股6XXX。所以再来我要上的都是好菜，都是会大标特标的股票，标股上菜。我们坚持买的都是精品股，都要有最好的毛利率、盈利率、EPS、成长性跟市占率。这些股票条件符合，行情开始转为正向，股价就要飙了。所以再来要布局两档全新 IC 设计标股，目前已经先买这一档高价的，还有一档低价的，准备要进场买进。估计从10月下旬一路飙到11月，所以欢迎大家这次赶快跟上脚步，赶快跟上脚步，来加入我的 LINE 官方账号，搜寻小鼠是 Master。加入之后留言郑老师最棒，就可以得到10月标股券，凭标股券可以跟我换一档10月份最新标股。等会儿再聊其他股票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。那想台股大致就照着我们的规划，那昨天台股就已经最高来到17000了嘛，那今天差一点点，最高来到16932，昨天最高有超过17000点。那周末稍微有点小卖压，下礼拜会更强。那我们就说十月下旬会强于上旬，那台股会看到17000啊，半年线季线会看得到。那十一月份股价会更为热闹，但重点不在于指数，而在于个股，因为很多被错杀的股票，如果数字非常的强劲，终究都要涨回去。那创维礼拜二量能涨停135块，那昨天礼拜三拉尾盘到137，昨天高点142.5，今天高点来到143，尾盘收盘142.5，股价就越垫越高。因为昨天公告第三季的获利是 1.96， 大概符合我们预期接近2块钱，那我们算是估得相当精准了，只差4分而已，就符合我们的预期。那毛利率持续往上，那我是没有看到公告毛利率，那应该有超过 52% 了。那第四季因为涨价毛利率会更高，预估可以上看大概 54%到55%， 单季的 EPS 上看2.3块到2.5块，所以营收是第四季大于第三季，第一季又会比第四季来得更强。毛利率持续走高，明年要赚14块的公司，你说这股价只有140，这本益比只有10倍、现在这种本益比超低的这种超值的股票真的很多啊。所以我就说前两个礼拜我说杀下去，你在那边买你不会吃亏啊，因为很快就会反转上去。那现在一一开始应验。那除了今天买的创意当然比较高啊，比较贵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买那么贵的股票。另外一档100多块的 IC 设计的标股6XXX，我们趁着盘下再做加码，当天买，当天尾盘收涨，今天就赚钱。十月份大涨价20%，第一季还要再涨。那高速传输的订单爆发，明年产能多40%到50%。所以像这种产能多很多的，年底都会大飙一波，所以锁定全新两档高价的已经买了，那低价的 IC 股准备要进场买进，欢迎来加入我的 LINE 官方账号，搜寻小鼠是 Master。 加入之后呢，只要在官方账号留言郑老师最棒，就可以领取十月标股券，凭标股券跟我换一档最新标股，是吧？稍顺利，周末愉快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